关于香料的问题，题目取自香料 Q&A 的影片，加上 IG 上众多粉丝询问的问题。五香是哪五香？八。太高了，打了再。啊哦哦哦哦，痛痛痛！嗨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我找到我夹子，真的不是夹子。嗨，我是香香子，欢迎来到香料 Q&A 第30集。今天由我陪你一起了解香料大小事。平常都是我在演那些奇怪的角色。咖喱红发明，绿茶夜精华。阿拉丁与茉莉公主。回去我做个安全帽。他跟另一家有差贵吗？有迷恋上的味道。你们不要啊！不要！啊哦哦哦哦，痛痛痛！今天呢，我的命运由我自己掌控。阿鲁现在在打脚本，我看都是白的，我们来关心一下他吧。嘿，阿鲁，你现在进度如何啊？哦，你在录影哦？对，还好啊，快好了。明明就还白的，你不明天要上片吗？不是啊，之前1000订阅的感谢影片到现在都还没有拍，拖到现在已经超过2000。昨天还在那边拍《甄嬛传》，拍一整天。对，我拍很久哎。第30集的 Q&A， 老板又想做一点不一样的，我哪做完啊？哪做得完啊？做完吧，而且他又不去剪头发。莫名其妙嘛，搞那么吵，撑在一起做特别计划，笨蛋。刚刚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！嗨，我是阿鲁。闭嘴，什么都不用想，我刚刚已经想好了第30集的特别企划名称，它就叫做《香料 Q&A 第30集之香料 Q&A 总复习》，Fit 1000+2000订阅感谢影片，一次问好问满，问到你满足。哇，所以是我 Q 你 A？ 当然不是啊，我 A 不出来。让我们有请 Rex。Rex。对。这个时间他还没有进公司哎。啊，对哦，他没那么早进公司。对啊。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先来场部，啊，我们分工合作一下，你搬沙发，我去订饮料，这样好不好 ？OK， Let's go。今天的主题分成2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呢是关于香料的问题，题目取自香料 Q&A 的影片，加上 IG 上众多粉丝询问的问题。那快问快答的部分呢是阿鲁问，老板答，老板答错我惩罚。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比较关于我们的之前1000订阅跟2000订阅的时候收集的所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Go， 还是我自己来比较快，毕竟今天我才是主角。我现在就去叫 Rex。老板，来，我们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今天我们要干嘛？任务。啊，对。来，我们直接进行快问快答，我就等一下，我问你什么，你答什么，啊，10秒之间回答。啊，如果答错了，我惩罚。他答对了。答对什么都没有。答对我可以打你吗？啊，毕竟今天是特别计划啊。特别计划，答错你打我，答对我打你。没有这回事。啊，题目嘞？题目我们是收集众多粉丝们在 IG、YouTube 上面问我们的问题。好。来，我们直接进行30题的快问快答。是这集如果点阅率有破1000的话，那我就会淡定。没有点阅率破1000的话，没话加薪，我想气坏。合理嘛，对不对？快点帮我分享给朋友。五香是哪五香？八，花椒、八角、丁香、肉桂、甜茴香啊。对，第二是什么香料？石螺。要不要跟你讲北欧语？不需要，谢谢。顶了，谢谢。以下哪种不适合吃姜黄？火气大、月经来潮者、孕妇。哪种不行啊？好，放过你。我放过我，对还错？对，香料界的忘忧香草是。都扣了，答案都错。西班牙海鲜炖饭的主角香料是。番红花，刚拍完而已。我都还没问选项，太快了。再一次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西班牙海鲜炖饭的主角香料，番红花、三八安花、大菊花、洛神花。番红花。错嘛，没有被三八安花骗到。意式清香是用哪种罗勒？铁罗勒。咖喱是什么鱼？咖喱是中文哦，来自哪国语言？泰达米尔。太疯了，打了再认真打两次。我打2次哎。手放开啊！泰米尔语啊，什么香料被称为来自天国的滋味？番红花。一斤番红花能买几斤的八角？1000。什么香料和素食天王天生一对？
猪屎石螺、啊、太简单了，题目没有挑战性。你说出乌龟有怎么回乡下怎么去选？安息回乡、田回乡、羊回乡、藏回乡、凯利回乡跟大回乡。自然就是小回乡吗？不是。你确定？当然不是啊，小回乡是通称啊。哪三个国家种植最多奥勒冈？哪三个、啊？没错。美国。还有两个。意大利。还有一个。第三个什么？西班牙。说出料种除了盐之外，阿根廷青酱的内容物必须包含两种香草。阿根廷青酱是奥勒冈跟巴西里，蒜头、辣椒。还有两个东西啊。还是打的太提示了啊！下一题。我讲那两个香草已经很强了，好不好？我不厨师。放上那个点点点。好了，点点点。正宗的广式橘，盐橘哦，盐橘鸡。来来来。哎，我放你那里，给我主持呢。好来，好来，正宗的广式橘鸡。正宗的广式盐橘鸡是使用何种香料？酸奶啊。柠檬草高达几%的柠檬泉？80%。柠檬草的潮语是？我一直在原地等。那个是发红花的啦。对。传说天上有一位美丽的天使来到人间，落到了一块柠檬草。马到生长在海拔几千公尺到几千公尺。太难了啦，500到1500。不啦，100到1500。盛行于中东的综合香料扎塔是用何种香料为主要元素？百里香。再讲一次。百里香。OK， 好。迷迭香的拉丁语是什么？迷迭香的拉丁。拉丁语。那个海洋 Bosmanios， 直接打下去好不好？他怎么念啊？我不念。Rez 在香料 QA 动画中扮演你的名字是哪一部影片？你的名字啊？对，草果。没错。树林的味道是什么味道？马告啦。香料的斜杠青年是？百里香。请说出五种 masala。Veg masala paneer 那个 egg chicken tikka masala cha。OK， 然后教一点生活换字讲。哦，来来。我们曾经中国香料占卜术，请问开始这个古老的印度香料占卜，需要先默念什么七次呢 ？TC semi bowl。TC semi bowl。嗯，竟然没有考到你。那一个我蛮喜欢的，我记得蛮清楚。TC semi bowl 是我吗？是我吗？是我配的，是我配的。肉豆泡产自哪座小岛？那个印尼的半岛群岛。是我哪是我？龟宫族的当归，龟宫族的当归川穹、芍药跟轴地。香料 QA 第九集是什么？十三香那么简单？没有，还没讲完。香料 QA 第九集，十三香完整大公开。请问十三香是哪十三香？十九。太快了，花椒。十。八角。八角。等一下，花椒、八角、白芷、甜花香、肉桂、丁香、四、肉肉扣、三、木香、二、那个肉肉扣。自己去看香料 QA 第九集，稻荔日式糖心子。有哪两种香料部分国家不合法？火麻仁因素酯。香料 QA 第十集，五种世界级综合香料是哪五种？玛莎拉、意大利综合香料、中东的 Bahari、埃及的杜卡跟牙买加烟熏香料。那英文讲得出来吗？没有吧？好吧，不对啊，不是香料进口商吗？香料进口商代翻译啊。你不能人家答对还要打人啊？电话不接怎么处理？桂八角。天定六桂八角还不对。我们第一部分结束了，绘本回答不错嘛？好。很痛。提供你们四次的啊？因为刚刚是比 Facebook。我靠，三十题问完是？对啊，三十题问完就这么简单。那我答对。你答对。几题？啊，阿鲁算。阿鲁算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行第二部分，还有实体。实体是比较关于我们的，在一起。你还是我？我们在1000跟2000订阅的时候有收集的问题，这次来一次回答大家。好 ，Let go。啊，还在这里，没有换场景的。没有，因为我们经费有限，就只能在这里。好，第一题，简单的，这个大家应该都想问。难怪会叫寻味道找味旅啊，经过灵修一番啊。好，什么灵修一番啊？灵修一番什么东西啊？